请你跟我这样做。好，回来，哎，好的，那如果你今天不要两手一起摆，你可不可以一手过了再过一手？也就是说，哦，可以一手一手，哇，这好像偶像团体的。哎，对，我刚才说过，我们的手是由于最容易肩酸啊，对，所以当你把手拿起来的同时呢，然后脚蹲下去，我让你做一个转身，打开，并开，然后手张开放下来，我让你并开，很好，并开，哎呦，可以啦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记得记得把你的手一定要拿起来，我们做并开，好，两个动作，对不对？懂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你看，你要去伸展一下你的肩宽，伸展一下你的肩胛骨，让它舒服一点。对，我们在做这个的同时，我们身体可不可以往前？我们往前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拉的动作，往前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往前了，所以你要退后一下，退后一下。对，退后一下。哇，这啊，因为你手跟脚都酸嘛，哦，对不对？感冒就是四肢酸痛。对，那你手跟脚是不是可以这样动一下？对，手刀同手同脚。哎，第四个，哎，你有发现啊？有的时候我们感冒的时候，屁股会酸。哦，会啊，后背也会酸，会酸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样特别的时候屁股就会酸。再往后一下，这样抬腿会不会？哦，这很像原住民啊。对对对，你家住在哪哪路啊？我家住在呀哪路？师兄，OK， 来，你看啊，抬手抬腿，抬手抬腿，哎，对，抬手抬腿，哎，错了，这样会不会很好？好，可以哦，可以。好，前面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暖身，观众朋友，听到音乐之后，接着跟着我一起，肩膀放松的摆动。好。哦，这个你最会，这个很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他没有问题，我们音乐就要来喽。来，一 ，we go， 肩膀放松，先不要紧哦，肩膀跟着我放松，抖动。师兄，你有脑中风的感觉吗？One, two, three, four，come on，yeah， 慢一点，跟着节拍。好，双手弄直，洗面带微笑。再一次，很好呢，跟着节拍。跟着节拍，悟空啊，你要不要回去啊？好，第二个动作 ，Go， 并开，很好，再并开，过去拜，准备，很好，后师兄，准备回花果山。好，第三个动作我要取经了 ，Go， 南无观世音，南无菩提观世音，好不好？南无观世音，师兄赶快回去。好，第四个动作，后抬腿，你